别帅，穿了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，他这身穿很灰色的衣服，对吧？我们再来拍拍这里，你发现，看，一对小情侣在这里悄咪咪的看手机，然后女生害羞的拿手机，这也很帅，我跟你讲，这今天他邀请到了梦寐以求的女生，对吧？他非常的开心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男生好吗？有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不好，但是你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差，因为今天早上的高数嘛。对，因为我今天的高数起得太烂了，我操！高数是吧？我操！我们再找下一位，好吧？我们再找下一位随机的一轮。现在呢，是我跟马飞在这里。到过了。来说一下，今天有邀请女生吗？没有，我是个傻逼。上镜的唯一目的就是我要宣布个事儿。我是个傻逼。还有你，还没采访你过来。咋了 ？OK， 作为今天一个主角，你为什么今天没有邀请女生，就跟我们说一下？我没有邀啊。为什么没有邀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懂了都懂了。就是因为什么？没有因为什么，没有特别原因，没有特别原因。因为咱自己是邀请不到吗？不是邀请不到，也是很多人，这是单的，所以我选择也是单的嘛。选择单身 ，OK。我们来找下一位观众，我们来采访一下你啊。OK， 口罩摘了啊。你今天有邀请到女生吗？有。谁？请大声说出来。大声的说出来。我邀请了崔飞。崔飞，为什么给他邀请这个女生呢？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。是你的好朋友。对。我是个傻逼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这对小情侣好吗？这对小情侣，你们是为什么今天决定的？你们是为什么决定在一起的呢？为什么？这是干嘛？嗨。什么？为什么今天在？来，我今天真帅。谢。Michael 确实。作为，来，这里，这位帅哥。有邀请人吗，帅哥？我今天。我邀请的两位。我是哪人？你们俩是一对是吗？你们俩是一对。我们俩是，他是我。他是你的什么？他是我老婆。哦，老婆。这个。什么时候做的变性啊？男的。别睡个步。还有我们这邀请来采访一下 Kevin， 好吧？你好，你邀请的谁？这位。你今天还能邀请谁？好，我告诉王成龙，来的其实我们俩是一对的。你们俩是一对的。其实 Kevin 是跟我来的，没想到吧？我们三个来的，我们三个来的。那什么问题？就我们 Kevin 好吧？来采访一下你好吗？来，请接受一下采访。哦。我们接你接你你。我非常荣幸参加 Michael 的采访。Michael 先生，我久仰大名。Michael 就是说，从头到脚，今天呢，就是非常的帅气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都窒息了。我上来就，我都没有办法控制我。先暂停一下，好吧？你今天邀请的谁？请邀请。不用暂停。今天邀请的是。邀请的。Chelsea。哦 ，Chelsea， 请郭女士，请郭女。哎，都入镜，大家都入镜。你这录多久了？已经录了5分钟了，大家很多人都记录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然后。对，为什么选择邀请他呢？不要过啊！你要说吗？他要说吗？没有，你可以啊，这是 okay, 很多人都说了。他邀请的我。哦，对，可以，非常完美。对，非常荣幸。我们来采访一下今天最后一位幸运观众，你好，我的朋友，你好，朋友李坤华。你 OK？ 请问你要说个为什么？你今天邀请的是谁？这个美女。这个美女，这个美女，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打光不好。啊，这个打光非常好。OK。为什么接受他的邀请呢？因为他帅。因为他帅。对。你觉得你自己帅吗？我觉得我很帅。你觉得跟 Michael 比你帅吗？Michael 更帅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你觉得 Simon 哪里最帅？他哪里都帅。哪里都帅。哦 ，OK。满分回来。今天是怎么来的呢？他带我来的。哦，来点。为什么？你是为什么能开车了呢？因为我考驾照了。哦，考驾照了。OK。你选择邀请这位女士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她。哦，你喜欢她？哦，我爱她。来，你爱她？哦，我们来详细说说你是怎么爱她的。你滚！啊啊！我们这里在先采访，快！我进去了。快！最后一分。Oh fucking no！ 那爱情是没有理由的，没有理由的爱是吗？那我们来祝福这对新人。OK， 开始。今天爱她了。哦，我们今天采访可以啊，这位同学我已经采访过，被我们来访采访啊，采访见了我脸大，没事，非常美。
非常简